今天呢到八仙庵的古玩城转一转，今天有急。行，那谁，住。明代老瓷砖，宣德精品的收藏品。明代蜡烛台，明代斗彩精品。明代的蛇皮怪吧，明代假大头。昨天我这不懂的大头的，我都知道那是假大头。哎，这好像是对的。你这藏手的，还有是地摊。那最近才开始学咋讲啊？是吧？不会，这太难了，这个。不会那个嘛？我都感觉这是个老的。啊，我肯定是老的。这里面我基本上是不算。你给咱写写啥老啥老的，叫咱卖些便宜点卖些。这啥木头的？黄杨木。这黄杨？嗯。这有点磕哎，那我一老虎我就行。嗯，可以。品相总货好，我不认得嘛。哎呀，这你看到吗？你是上个神吗？你我是上上你五货经常弄我这来了。神吗？七夕吗？这是七放富裕。哦，七夕吗？是，哎，那神对人嘞。我经常弄，还有你那什么有个王，那就个英雄嘛，是。啊，英雄啊，自家兄弟，都他都怎么着嘞？怎么着买过东西？对对对，那咱心对地方。哎呀，你可以雕刻雕刻，你牙确实刷的好。啊，那东西也好。这是黄杨的。嗯。这是看不见木纹，哎，这是不是黄杨？哎呀，我给你是黄杨，我都给你拿起来，这都是黄杨的。不是黄杨的就不给你拿了，这都是黄杨，就这一个不是黄杨。这都啥价？你看哪一个？你给咱便宜些嘛？肯定给你算合适。这个就聊的，我感觉虽然是残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就给你算600。虽然残了，但是有味道。你现在这些东西啊，价位都很透明。你到时候买的话，你就说是我也不挣你多少钱，因为啥？因为这是个够。这还是个四。其实这个好，这好玩，这个。这个味道好，啥就是味道。哦，这你看上哪个意思？这些这个刚说600。哦。这长得像个怪兽一样的。这个猴子。嗯。嗯。嘿嘿嘿，这是狗，这个不是很好看。嗯。味道不好。看上的这呢，像这呢咋样？这个得旧呗。哎，这个裂的。嗯、啊，这个咋这贵？这个那个，这个是买回来。这也裂的，这多少钱？这个得800。哎，我的妈呀！这现在这价，我给你要这价，你到你在你西市，你根本买不到。西市打个都在上千，因为我俩我成天算的。那多少钱呢？这五百1500。这个最贵啊，最贵1500。啊，这哎，这个要这独立件，嗯，这个都贵一点，这个1500。哎，我的妈，把我都逼到这儿了。哎，不是人，我逼你，人家价到了。我你市场，你市场五货，这个有点可便宜点给咱呀。便宜可那你是这，500，少了不卖了。有点小贵啊，那个挣也就挣你的50-100。那，你这个磕的有点厉害，我不护着，我300。看一下，蓝本够，咋能够呢？你可以到你自上去问一下，这现在这个味道好，这个味道好，这个就是味道，就是磕了，这不磕你说我都买的。无所谓，你说说你想，你说那个，咱都是自个人了。你可以到市场先买，再加进去先。就是这种东西，现在原来我买这东西的时候都是500-600，就稍微好一点都是上千的。嗯，这个就确实味道好。你想我买下这个，看这个是最好的。我的这都花1000多买的。为啥？哦，这个那个啥独立件的。独立件嘛，我花1000多买的。我们买了一个。我原来买过 C 位的，原来还是为了小伙伴。嗯。
黄金卖都花了将近2000，最后还是把它卖了，还是卖了3800。这个能入球，这是正版有入球的东西，里边还有个能动。哪根烟？哪根烟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好像家我卖东西，基本上我跟你说，我不忽悠。350，350。哎呀，连本都不动。这卖哈谁的？卖哈我谁的？杨穗镇的。谁？杨穗镇，我就是还是刷石头的。人的吗？刷石头的，你可能不太那。咋办太牛了，老板，人家刚开始刷，你给人来个活实点的钱。我就挣你50一本，我。哎呀，咱这哈气手，你都有路子呢嘛的。开张啦！哎，买了一个小烟袋，这个应该入青了，这个非常的有味道，就是这块有一点点小颗，盘一盘就好。你看它这里边还有个那个，嘴里边还有个小豆豆可以摇。